紫色，全部都先上紫，上紫之后再继续。电礼包等下可以讲，中间给 OK 了呀，做混了。我一直觉得这些人蛮多题材可以讲的。我先把主角欧美好了。什么先魂？这感觉可以讲啊。嗯。买这点钱，背包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道具，再是装备，对，那伙伴的话，应该是够讲的啦。